在非洲卢旺达，活的罗非鱼到底有多贵？我们今天准备做酸菜鱼，来买两条活的罗非鱼，活鱼现挑。这家生意特别好玩，因为它是卖的活的罗非鱼，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，算是一个批发价，3500卢旺一公斤。如果是正常的零售价的话，大概能卖到4500卢旺一公斤。我们是要买两条活的罗非鱼啊，他抓了好几次，这个鱼咋都死了。终于找到了一条活的罗非鱼。好，终于抓到了好几条活的罗非鱼。我们把那个死的放回去啊，只要两条活的罗非鱼。就正好两公斤吗？有这么巧就两公斤啊？我突然发现他这个招牌特别有意思，用四种语言写的。最下面那一行是咱们中国的拼音，活鱼在水中。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喜欢买活鱼，喜欢吃活鱼。这家生意特别好，我们在这里排队等待杀鱼。我现在已经包下一个17公顷的大水库，准备来养鱼。当地这个鱼确实卖得很贵，感觉市场也很大，非常有前途。再来中国超市买一袋酸菜鱼调料，3000卢旺。